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杰伦波时间频道。那如果你是想买房，或者是大家好，我是何国明，在吉隆坡做房地产的。希望我的影片呢会带给你价值，以及一些相关马来西亚或者吉隆坡最新的买房资讯。比如说哪一些房地产有好的景观，或者呢被阻挡的风险会比较少。我也会用无人机拍摄一些在 YouTube 上看不到的一些画面，或者给你了解楼盘的周边和未来可能发展的一些状况，或者呢买哪一些楼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。大家要记得，当你买房前，房子的优点和缺点或者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，你都要了解清楚，不是单单听从中介他说的一些优点，把一些优点无限的放大。那希望我的影片呢可以给你知道优点，还有一些缺点之类的，带给你一些价值。当然跟大多数拍片的 YouTuber 一样，我当然也会带给大家去参观这个样品房。在星期六晚上九点半呢，我也会在 YouTube 直播，可以现场回答大家的问题，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课题。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，最重要的呢是要打开这个小铃铛，因为打开小铃铛呢，以后有新的片你就会自动得到推送。或者你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，在会员影片里面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敏感的课题和一些你应该去注意的课题。现在呢我也推出首映影片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希望大家可以在观看首映影片的同时呢，在留言区旁的按键里面呢打赏一些小金额的费用作为经费，毕竟创作不容易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影片得到客观公正的信息。